还是你 AD， 我 support 你，枪男枪男枪男，我的 AD 一直叫一直一直叫路线，我的秒杀小啦，让一个闪现，等一下，不是不我刚刚打 PUBG， 因为我直接用 D 来往右走，然后按 W 前进来，我技能全按了，上路游戏结束哎。太猛了，昌盛接受时，昌盛接受时，来，你先攻他，你先攻他，完了，勾水都可以，勾水可以，勾水可以，哎，杀的中路，哎，我中路不见了，哎，中路已经死了，啊，我拆他团，我拆他的团，猜，狂拆，他妈这人到底是什么毛病啊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下路我来了，下路我来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来了。这是外挂。哎，看。再牛。怎么还没有？太会牛了。哎，不要，不行，不行，真的，不要。麦脑，不要出事。他说不要玩这种会让我吓到的操作。看、欸、我的，哎、欸，看有人可以帮我叫救护车吗？怎么了？不是靠背，我刚键盘插到我的手，看超级痛的，而且它是就是键盘的那个缝插到我的指甲缝里面，我没有指甲，所以它直接插到我的指甲缝，看超级痛的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赌博末世录吗？就是很像那个东西插到我的指甲缝肉里面，那、欸、不是超级痛的。来，过一个。其实我应该现在。刚我这边看到啊。没关系。换一个，好，没事没事，看到他的回复很爽。哎、欸，我偷偷，我帮你们打一套，我还骗虚了。我 PP 有一个，打克，打克。可以打他，他没有被动的。哎、欸，你们这样玩的话会有点丑。没事没事，阿里来了。阿里收割。干，完全没办法。没事没事，可以巨打，他们只有三个。可以打。哎、欸，他闪现。哦，中路不见了。不是，为什么我没有上六啦？我他妈要延闪秀一波帅的、啊！我吐血了，我要提米出来吗？完全没有关系、啊。我来了，可能会有点小逆风。OK。绝活哥呢？哎、欸，没吃到啊！我吐血了。我想忘记换眼睛了。我操！我在来啊！扎克跟他们被我打残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没大，打他拜托，打他。哦，清的好。打他，先打 A， 我干，我啊，我打不到我自己，好痛哦！龙一直打我，咦，宙斯来了，宙斯，画面给你了，来，我操，阿宙，是不是有点多？好，我就是僵尸哎。是 CC 有点多、啊，我觉得僵尸哎、欸，宙斯，我觉得僵尸呢、欸，宙斯，我那没办法，这把小失误，我那种情况下一般是没办法的，反正这波不讲道理啊，再开一遍，我操，河道，这里感觉不到河道，还到河道，回到河道。拔杀了，小猫咪，猫咪打大龙，有喽，玩的好啊，我可能没有过来，玩的差，超烂的，干就靠肉的，这个伞都不用交，这个伞都不用交，哇，造谣了，我操！看到人了。
我觉得这里面河道有人呢、欸。我看我先坐起来，我先坐起来。我少一个，可以接，可以接。我开刀。不秒。要先杀凯莎。两招。河道剑魔来了，加成。凯莎，龙区。金丹。我被推。小猫咪。帅啊！太猛啦，宙斯奥呢？他中路 faker 啊！太猛啦 ，faker！ 多米尼克的问候，五马，你怎么一直往下走？啊，没有没有 AD 可以吃啊，没有 AD 会是往下走的、欸。我看你连续往下路走三四波嘞，我会啊。哎、欸，他们在吃大龙、欸他们吃大龙嘞。你继续蹲，我去蹲他们。我会跟。你下去蹲他们，下去看。我操，来不及了。需要河道剑魔加成吗 ？OK 来。要。你太慢了，哎、欸，人回来啦。我觉得拉着来、欸。好，拉着来。河道剑魔有血了。喂。我觉得有机会、欸那没到。哎、欸，完了，我死了。我也死了。先走，有点痛。干你啊，凯撒为什么痛啊？快跑！那我就要被，我就要被一波了呢。你断兵线，你先操作这个，威尔格，维克特。我把他杀了。直接复活。我会，我要火了，我剩五秒，但我有跟没有一样。快的。怎么说？这卡莎好像要我满装。你满装吗？嗯，换那个好了，谢谢。哎，晕倒哎！惊人啦！谁可以？ Okay.打了！右边有传送，操鸡巴！谁在叫？不要再叫了，拜托！谁狂叫？你猜到最后一滴，你猜一半好不好？不用，这个团。好，不要，我延迟他，不要。我就慢点说打一局。我完全不会赢。我现在连正常的 W 都不会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为什么我都按不出来啊？不是，我真的制定随便按出来的，我真的制定是随便按出来的。为什么只有13000呢、啊？我怎么觉得我输出顶满哎？